今天是1月28号，我现在这里是口菲菲的一个海湾。今早晨呢要去邻居的一个岛，叫玛雅贝。船在海里还是有点颠簸呀。去玛雅贝第一个就路过这一个洞穴，这里还住着有人，好像船老大说，然后他们主要的是采摘那个燕窝。看着这里这个条件很差呀，他们采了燕窝，就供给香港的中国人吃。所以条件很差这里。哇，那是宾馆。这里呢，就是一个叫老公，是一个。四面环山的一个水湾，可以从这个口进去。这里的水特别清澈，简直是太漂亮了。我想，如果是打鱼的人，他们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避风港，那简直是太好了，对吧？这里就是四面环山，没有风，水面很平静。在这里的节目之一就是下水游泳。你看这个游客现在不是太多，好像前面有一条船，有一条船。反正是现在这个旅游季节，现在应该是旅游季节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少人能够来到这里吧。在那个 Covfefe 的那个港湾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long tail boat，他们都在努力找生意啊，可能生意并不是太多。我在网上面看的时候，它这个要价是，船的机价是1000，然后呢，在每人每小时500。那么我今天这个按照他的说法是3个小时的行程，但是一共他也就才要了我1180，1100个巴。现在这里已经有一条船了，乘客正在水里面游泳，我也马上就要下去Lagoon, this is a lagoon. And you can see everywhere is surrounded by the cliff. And 船老大正在准备放下这个下锚，然后把下船的这个梯子也准备好，因为就我一个人，所以说简单呀。游完了泳，上船，赶快把这个钟准备一下，飞一飞试试。看看这里的景色。结果刚飞起来，这个船老大就告诉我说，这个不好，会有这个 police 的问题。police，我想想，还是算了，所以收吧。
Lagoon 这边游完了泳，然后就去一个叫 Maya Bay 的地方，是一个沙滩。This is the Maya Lagoon, Maya Bay, Maya Bay. Look. So beautiful. Sandbar 上面的白沙超级的细。我还从没有走在这么细的细沙上面过，走上去真是舒服，也可以看到这个游客还不是太多，所以呢，我这次来真是还是比较幸运哦。这里除了这个沙特别细，然后这个水特别的清澈，然后稍微深一点的地方就变成翠绿翠绿的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然后但是这里不让游泳，那旁边就有，你进到里面之后就会有人吹哨子，所以呢不能游泳。I saw people fly drone here, so the rule is very confusing. I ask the guard, they say it's okay. Snorkeling. Hello. 这是我第一次 snorkeling. 下了水之后就被水下的鱼给震惊了。哎呀，真好看呐！又想起我的 GoPro 了。水下的鱼很喜欢凑热闹，每一次我下去，他们就全围上来了，就在你眼前啊，就在你眼前游来游去。但是呢，你想去摸它呢，它又游走了。哎呀，真好，真 friendly。就围着你游，好吧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